京了，所以呢我跟同事出来吃烤鱼。我其实每次都会来吃，但是我昨天知道了一个噩耗，就是我们的酒店要搬离市区去非常远的地方，所以我可能以后不是很轻易能吃到烤鱼了，所以我要非常珍惜这一顿，把每一根骨头都吃干净。谢谢，建议你先把里面的菜吃了，因为你要吃。谢谢。开动开动。豆豉口味和香辣口味。哇，我没有见过他们活的样子。这都是清江鱼啊？对，有江南。还挺。哪个江南？江南在袋里面。哦。进酒店了，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个菜场，这也是最后一次来了。来，老客户。老客户，来这儿，这是我老，这是我老买主。老板，我们以后就见不到了。以后还会见的啊。行，我们特地来买菜。好的，谢谢。那就有点头价了。从机场跑到这儿来买个菜。来，你有什么感受？没什么感受，我觉得人生就这样，到离别时请珍重。离别时请珍重。你挂两行眼泪行吗？你稍微尊重一点。今天天比较干。你笑什么？你搞坏你这！我不是没挑完吗？啊，你就一个一个买，老板怎么算钱啊？一个一个买，分着一起分着。那我拿买一块一块买吗？我来给你特写一个。这位买菜的同事是这样的。支付宝三，没事，人家一个人嘛，用得少。重庆有什么好玩的？今天可以去吃小面。有牙吗？黄鸭洞可以去看姜子牙，原来是看姜子牙，就是所以才叫黄鸭洞啊。对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在重庆饭店，由于我们的重庆同事，在北京吃重庆饭店，没错，我们还有一位杭州姑娘，你是杭州人。你已经问了我三遍了，点了有点自信。因为他们考虑到我们浙江人，主要是考虑到我就没有点太辣，所以我们点的菜是正常的。我都不知道我们酒店旁边有重庆饭店了，还有你也不知道酒店旁边有叶芬广场。我是在最后一个航班才发现的，人生中有这么多秘密。你知道酒店附近有盲人按摩？这个我知道。叫什么菜？豆花牛柳。哦，对，豆花牛柳，我没见过这道菜。不咸。芋儿鸡。对对对。口水鸡。这什么菜？还有粉丝娃娃菜，这道菜可能是为我准备的。你想说不是光打勺吗？从北京回来了，这是一个 weekly vlog， 然后 Emma 来接我下班。嗯，然后请问大家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请问你想不想听今天乘客给我写的表扬信呢？想。是这样描述的，今天的空中出行遇到一位漂亮的姑娘，白白的皮肤，深深的眼窝，白白的吸引着她，看我走路不方便，主动上前跟我打招呼，扶我慢慢坐下，她的热情服务深深打动我，她的耐心周到的服务在她身上体现得更加美丽，同样她也代表着他们国家年轻年人的素质是那样的优秀。他们国家写这个人的人不是中国人吗？他都不知道我是中国人。有没有说你的中文讲得这么好？感谢一路上的关心与照顾。看，这是乘客对我的肯定。妈妈，你看到了。妈妈，他说出的是白皙的皮肤，深邃的眼睛。妈妈。你听到了吗？他跟妈妈一样，是他们国家的人。他跟妈妈一样，好像眼神都不是很好。我要昏睡了，超困，拜拜。我现在要来玩这个007，我们要穿过去，但是不碰到任何的鞋。碰到了，非常棒。
好难啊。Where's my friend？ 我去看一下小明。你怎么还没过去啊？这是 hard 模式。啊，你已经是 hard 模式了。你。你搞笑吗你？我们都做不了特工。耶、yeah ！撞到了。开始。傻傻的，傻傻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自 F1 之后呢，就开始了新的一轮翘班来出来玩。因为我今天在家突然发现，我买了这个的票，但是快过期了，我们都没有来玩。小明翘班过来玩 Top Zero， 然后这个是赛车，我们要把我们学到的 F1 知识运用到这里来，学习下开直行。啊，美美的 video， 他看我的高光，他看我的蓝光。我们在一个悠悠的蓝光里面等待。我们要玩 laser tag。对，我们在等玩游戏。这是一个，这是一个新的地方吗？没有，已经很久了。哦，这个是一个开了很久，但是没有人来玩的地方。今天有主播。看我。One, that's right. I want number 12. 哎，超级难，真的这么帅，你这个时候不能，不能帅气一点。还有问我能不能站，没有站直，太瘦了。You can get your rest. 就是背着你的身材。啊，三点。好像上班五天。我们现在已经穿上了战服，在一片黑暗中，我们的敌人将会在楼下，什么都看不到。楼下是他们的老巢，楼上是我们的老巢，然后我们要 either 打中他们，或者是打中得分板，或者是走分头行动。I think it's not started yet. They're still putting on their vest. 我们还有个小队友，已经开始了，我们要下楼了。我的天哪！晚上的航班要飞，他们俩自己去玩了。
然后做了一个 VR 的，然后可以打僵尸的，然后还有我们团队打真人 CS 啊，然后里面有商店，我觉得这如果不是我要去上班，我应该可以在里面玩上十轮的赛车，再玩上十轮的打僵尸，挺好玩的，就还挺刺激的。我下次还要来，待会儿回家去马上打包一个箱子，然后就要准备去上班啦。但是很开心，我要去飞大阪，然后跟我的朋友妮娜一起飞。我过来看到了迪拜塔，然后迪拜塔旁边新造了一个是类似新加坡金沙酒店那样子一个酒店，就是它楼上有一个连起来的地方。